这个我都不能。我干啥？拿那个新玩意，他就哎呀哎呀，啥都当玩意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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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练了，我练了，碰你姐练了吧？啊？哎呀，这个玩意可不能！哎，别啃，别啃！行行行行，啃烂了。哎呦，我站着的。哦。哎，人家的还不服？还不服？哟，我的头发花。我又光头。哎，咋地的还没？你要吃什么？你们吃饭了吗？啊？来，再亲亲。再亲亲。再给你姑姑亲亲，再给你姑姑亲亲。来，我亲亲亲亲我。谁呀？谁呀？明天就回去了。
俺先生暂时不回去吧。老师弟弟们，我来这会儿。我来，李姐呢？慢点，可不要太大哦。他的脚在蹬到下面了呗？别蹬弟弟哈。不要蹬弟弟啊。我们弟弟吧，跟弟说话，跟弟说话。你弟弟乖，哪话？看不见，一个板儿，一个啥的。你看，你先看肚子也妈妈一样。嗯。好吧，叫弟弟宝贝。好吧吧。回去呢。好吧。啊，谢谢呀。啊，你怎么头发了个？怎么把我男宝宝的衣服？人多了不累，给姐姐请的。哈哈哈。你结亲吗？结亲。该给姑亲，该给姑亲。还给姑亲。该给姑亲。还给小姑亲。你是不是喜？有。啊，有小喜，有好喜。别亲亲，再亲亲。再亲亲。哎呦，你要打个包给他亲亲。嗯。还练呢是吧？他不练了。他跟谁？跟爸爸在亲，跟他爷爷，他在亲了。他在前两天啊。嗯。在家的时候。在笑了咋的？创哈。嗯，给你喝点啥东西？上了还没交过他钱。你在上班去了？下。你回来实在报了我一下。上班去了。你呀。啊。还有一次还要报。那就忙这个事儿了。给皮皮带回家。给皮皮亲亲，给皮皮亲亲吧，亲亲吧。你也没看不见是啥，你。我那鞋还脏了。给皮皮亲亲。你那人还多吗？哎呦。他拽的。拽的对。里面那个小宝宝说：“你拽我干啥？”亲亲呢？里面我一人坐一个，人坐。哎呀，我操！我这个。你看那。哎呀。宝宝，回答了。宝宝，有奶奶了，不管爸爸了。奶
奶奶一来你就不给我了，我的地位又直言下降了。人家又从来不给我，你不得年报啊！你成天忙嘞。对，他又是一个框，就找他爸爸，哎呦，找他爸爸怪。哟哟，谁啊？说谁了？这是？嗯，这个衣裳倒挺好看。嗯，那咱在中山能买的，哪个棉裤不能穿呢？那个棉裤不行。嗯，上套的好嘞，大家都不靠谱啊。嗯，好穿，看着好看。嗯，给奶奶吧。都上街，还上街不？好几天不去了，不知道。上街，妈，从来都没下过楼，没下过楼。你忘了腿快了，这孩子。嗯，在家里不行。上街不？只管能想往街上跑。你去吧，我去，我上街了，走。奶奶上街了。呀，不认人了哟。不认人了，哎呀，那忘了腿快的。你的睫毛还这样推，这推的。就是奶奶天天看你，这一个星期差不多没见你，奶奶就忘记了。哟，还跟奶奶来啊？想起来了，又想起来了，又想起奶奶。后天来的时候，哎呦，听见你的声音，就往外一走，要去找，就到处找，找没找着啊？去收井，听见了？嗯。哦。其实俺就不会说，俺还听见了。嗯。是不是？拜拜。给爸爸拜拜。再见。给他穿的袜子，他自己拽掉了。睡觉都。再见，你再见，你给他再见，给他拜拜，拜拜。